宝，你这个手下一看就是吃好东西的命，今天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家的面啊可高档了。要的面大，有没有眼力劲啊？啊，狗眼看人低，上了什么什么档次？我们两个像是吃这种东西的人吗？滚，滚最贵的，最高档的，滚！陈翔六点半。